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荣。在于今天一月四号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呢，在于侧标上面已经是写得非常的清楚。才刚刚加入我们阵容的清代的部分来说的话，在于昨天呢，你就是已经赚进了254点。那么在于一天的时间里面呢，254点的话，其实呢就是50000块钱左右。所以单单一天的时间里面，你的口袋里面又是有50000块钱进账。而且是不止如此哦，在于选择权的部分来说的话，大家也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选择权一天的时间里面，你就是已经有5倍，真的叫做5倍。什么叫做5倍？10000块钱进去的话，你的户头现在已经是有50000块钱。50000块钱进去的话，你的户头就是已经变成了250000。50000块钱进去的话，各位现在的话250000，那一天的时间里面。一天250000，亲爱的投资朋友，年终奖金就是要这么样赚到你的手上。那你会问陈总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陈总的精彩棋子的软体，在这个市场上面已经获得非常大的一个热烈回响。不管是电视观众、我们的成员，或者是其他的业者，现在已经是成为我们的追随者。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于说，究竟能不能够准？当然你会问陈总说，到底是准还是不准？那陈总在这里告诉大家，你想试试看的话，你就可以进来。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持续的做对下去？过去做对，现在做对，未来还是要持续的做对。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城市交易精彩棋子，完胜获利。好，在于礼拜一1月4号的时候。那么在系统上面8:45的时候就已经是揭露出来，告诉你高低点。那你会问陈总说，哎呀，陈总，我为什么呢要知道高低点呢？各位，高点来临的时候做什么动作？叫做放空。低点来临的时候做什么动作？叫做做多。所以高空低多，低多高空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是成为期货选择权市场里面的常胜军？绝对是。好，现在就请你来看，在于礼拜一的时候呢，在8:45一开盘的当下，我们就是站在最有利的位置。所以呢，8:45系统告诉你放空在8295点，8295点。我们的系统在8:45的时候，一早开盘的当下就已经是告诉你。好，那你看到系统告诉你在8295点的位置放空，那当然你就呢先在这边等，等这个空点来临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放空。那我也跟我们的成员提醒过，8295上下3点放空单，所以这里呢，你是不是能够做得到？而这一笔8295的空单，足足下跌了144点。好，那你会问陈总说，陈总，那么你的这个电脑系统跟软体以及在节目上面所讲的完全都是依照事实吗？都是完全一模一样吗？各位，陈总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所讲的，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的地方的话，陈总不仅把会费还给你，甚至于呢赔你都无所谓，都 OK， 绝对不会有问题。所以请你来看这一笔短线单，8:45，8295点上下3点放空，结果这笔空单跌到了8151点。好，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下跌了144点，144点。各位，一笔单子144点的话，你就是赚进多少？28000块钱。好，那另外呢，在8:45一开盘的一个当下，你也已经是知道呢我们的质押单。所以呢，这里跌破压力5点之后，市价追空单。那你看到我们的压力点8228点，所以呢，8228点减掉5是多少？对，你好聪明哦，就是这个数字。好，当你能够回答出8223点，能够回答出这个答案的情况之下，表示呢，你有认真的在看陈总的节目。那当你有非常认真的看陈总节目的当下，表示你会做对。所以呢，这一笔单子呢，你能不能够做对？你能不能够赢得到？你能不能够成交？当然可以呀，亲爱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市价
空。所以当看到市价空的情况之下，需不需要犹豫？不需要。需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点位有没有告诉你8223点？所以呢，当你看到了8223点的时候，哎，你要做什么事情？拿起电话来，然后呢，要打电话给谁？打给陈总吗？不是，打给你的营业员，然后呢，就说市价放空。结果呢，你市价放空之后呢，恭喜你，那你就赚进了77点。所以请看哦，市价放空在8223点，那这一笔单子呢，空单来到8151平仓，所以这一笔空单呢是下跌的77点。所以在于礼拜一的时候，两笔空单，8295点的空单下跌144点，要不要赚？亲爱的，要不要获利？亲爱的，年终奖金是不是要这么赚？谁能够发给你年终奖金？你的老板吗？当然不是啊，当然是什么？自己赚自己的年终奖金嘛。好，那你看到8295点放空，8223点市价放空，所以呢，这两笔空单来到8151点做平仓动作，两笔的空单总共是有多少？221点。221点，所以呢，这221点的话，两笔空单221点是等于说，在礼拜一的时候，你就赚进了多少？各位，你就赚进了多少？我在这里写一口大的台指期，对不对？所以你是多少呢？44000块钱。好。因为是这样子写字哦，稍微有点丑，但是大家看得懂，好，无所谓。因为呢，这个就是攸关于获利的技巧。所以请你看这笔呢，8:45告诉你，这笔8:45，如果你有软体的话，在软体上面也可以看到。然后陈总的简讯呢，随后就到你的手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是8:47的时候，陈总发出的简讯告诉你，市价放空8223，好，平仓在8151。那现在呢，就来看我们的精彩软体的部分。那有软体的投资朋友，当然呢，你跟我可以同步的打开电脑来做一个检视。这是在1月4号的时候，当冲短线空单，是不是在8295点空单进场？来，这里请告诉陈总，这里是几点几分？8:45，没有错。所以8:45:01。一开盘的当下，你是不是站在所有交易人之前？你早就已经赢所有期货市场所有的交易人，早就已经赢了1/2以上了。所以你在8:45知道这里要放空8295，你会在8295的这个位置来做多吗？当然不会。所以你看到8:458295放空之后，结果呢？各位是不是沿路的直线往下灌？所以我的系统重不重要？我的点位重不重要？我的资讯重不重要？而这个是让你赚钱的资讯，还是让你赔钱的资讯？你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资讯，能够为你自己创造获利的资讯。而陈总的资讯就是这样，可以让你持续不断的赢下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8:47的时候，各位请你来看，支撑是在8228点。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质押单。好，那么跟陈总附送一次，质押单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支撑是8228点，所以跌破支撑5点，市价加码空单。那请告诉陈子翁，8228点跌破支撑5点，来到多少？对，你说的对极了，就是8223点。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呢，8223点这里继续在空啊。那陈总，哇，你在礼拜一的时候实在是很神勇，直线放空下去，一笔空单，二笔空单，总共是两笔空单，而且呢，这两笔空单叫做大获全胜，一口大的台指期就是有44000块钱，总共是221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陈总呢，当然有没有请你做平仓的动作？所以你参加一个老师呢，就是希望能够给你明确的讯息，而这个明确的讯息呢，不是呢随便的来做一个乱猜到底高点跟空点，
好，不是随便乱猜说高点跟低点在哪里，而是在于说有效的系统，然后帮助你，让你在高点来临的时候放空，所以你做对；低点来临的时候做多，所以你又做对上去。好，现在请看9:32:12的时候，我们的加码空单有没有看到？在8228市价空单的部分来说，目前报价是8151。再来看一次哦，亲爱的，我要让你仔细看，什么样子才叫做真正的超单？市价是在8228，这里叫做市价空单。那我呢？好，8151，目前报价，所以我请你做什么动作？亲爱的，好，念一次。好，什么平仓？好，那这里是不是叫你现金放到口袋里面？是，所以是不是顺利出场？是不是顺利平仓？是不是你又继续的赢下去？是不是你又做对了？而且这一笔单子是不是保证你可以成交？你会说你没有做到吗？不要跟我讲你没有做到，而是在于说，因为这一笔单子叫做市价放空，所以呢，当我们市价放空的时候，所有全部的成员保证你一定是做得到，你也一定是做赢，你也一定是做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一笔8223空单之后下跌77，我们平仓在8151，请各位来算一下，8223减掉8151，是不是就是这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是不是你一天的时间你就有14000块钱？恭喜你。好，那你会说呢，这是呢在期货的部分，选择权的一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下个阶段呢跟投资朋友再做一个报告。可是待会要进广告，进广告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清代一天就是254，怎么做到的？待会我也会跟大家仔细做个报告。可是在今天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清代大回馈，而这个清代的大回馈呢会给你什么样的权益呢？第一个，期货加选择权，你可以做期货再加选择权来做一个搭配。好，那么1月4日的选择权呢，就是多少？5倍。期货的部分呢，在1月4日是254。好，波段再加当冲，你可以做波段，而且可以做当冲，两种你都可以做。第三个，盘中即时会通知你，盘中即时会通知你，在今天就只三名，在今天就只三名。当然你会问说，陈总，清代一定很贵，对不对？各位，我跟大家讲，不要忧虑，不用担心，减轻你的负担，所以我帮你出一半。那你会说究竟是多少？待会打电话进来做个咨询。所以待会呢，你务必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咨询，来探究一下清代它的权益，以及呢我说帮你出一半的这个部分究竟是多少。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讲选择权。头痛，请用5分钟；嘴齿痛，请用气痛5分钟。5分钟，好。1-88，一直发。Man，No Man。今天到12月底，到1月底，一直到2月14日。Man，一律不算会籍，不算费用。子荣老师给您1-88一直发，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心在痛，胃也痛，头更痛，怎么办？该吃什么药？不服仓就是好药。高空低多，压力突破市价多，策略要对，点位要对，信息通知更要对，精彩指数让您天天期待等开盘。亚洲投顾祝福您做得轻松，活得精彩。02-2578-3777，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俄牌气密窗，赖世宝是最认真、最专业、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赖世宝委员在台北市听澳、花博或任何需要协助时，总是义不容辞、全力相挺。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真是我们立法院很重要的资产。最优质的立委，赖世。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来。现在呢，就是要提到清代以及选择权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呢，刚刚加入我们清代的一个成员的部分来说，单单一天的时间里面就有254点，恭喜你，恭喜你，真的你们是一级棒。因为相信陈子荣，相信我们的精彩旗帜的软体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一天的时间就是254点。一口大的台子旗的话，一天的时间你就赚了50000块钱；如果是两口的话，一天的时间你就赚了100000块钱。所以我说啊，在2016年的这个当下来说，绝对会有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操作。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赚钱的企图心够强的情况之下，你就是跟上我的讯息，继续的做下去。陈总的工作就是呢，要不断的做对，而你的工作就是对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为什么能够继续的对呢？因为城市交易精彩旗帜完胜获利。好。那你会说呢，为什么会持续的对？因为跟着赚钱的人来做一个操作的话，上涨的过程里面肯定爆多单，上涨你就有多单，下跌的行情里面自然放空单，下跌你就有空单。上涨有多单，是不是做对？下跌有空单，上涨有多单做对，下跌有空单你又做对。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的成员呢，真的是市场上面的超级赢家。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讲关于选择权的部分。选择权在这个市场上面的操作呢，总共有3种人。我不晓得，亲爱的，你是一个赌徒还是一个专业的操盘人？选择权的3种人，第一个叫做外资，外资在做避险；第二个在博弈，就是在拼机会。各位，人生真的苦短，何必要拼机会呢？拼得过，当然你就有倍数；拼不过，一切又归零。你的人生就是要在100跟0之间游荡吗？千万不要。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第一次有100，第二次我就 double 200啦，我何必要归零呢？人生就是要不断的累积上来。所以呢，我就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叫做一个套利。所以我们就启动套利模型。那什么是套利模型呢？一般交易的正常过程里面，一定是一边对一边不对，但是呢，对的一边可以 cover 掉不对的一边。总 total 来说，如果我天天都有3000块钱，一个月下来的话，我就有60000块；两个月下来的话，我就有12万；三个月下来的话，我就有18万。所以，我们是不是逐渐的在做累积？一个月6万，两个月12万，三个月18万，这个叫做累积，还是说呢往下荡？当然叫做累积呀。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呢，在于12月31号礼拜四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权一般交易，选择权一般交易里面，一月选择权第一周8100点的卖权买进在7点。好，那你会问陈总说，那么这是周选择权，然后呢是买进8100亿的卖权，买进8100亿的卖权是什么？买进卖权就是看这个盘势呢，指数是下跌的。好，那最近的盘是不是指数都在跌？所以你买进卖权是不是一定赚？所以保证赚，所以是30%。这是12月31号，保证30%，也就是30%。好，30%的话，10000块钱进去的话，是不是有3000块钱？那亲爱的，我是不是告诉你，如果天天都有3000块钱的话，一个月下来60000块钱，而3000块钱叫做保守的预估。那请你来看，在于12月31号礼拜四的时候，各位，这里是不是就7点买进？最低是来到6.5，所以这里是不是穿价成交？保证成交，一定做赢，保证做赢，持续做对，所以在这里你是不是就赚了30%？所以呢，你的10000块钱户头就变成13000块钱，所以你是不是赚进了3000块钱？如果天天都有3000块钱的话，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是有6万块钱？是。好，那你会说30%，
各位，没什么行情的时候，我们抓30%，可是，一旦大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止喽。所以，我们叫做要倍数翻。在于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看到指数是呈现大跌，所以你看到呢，我是放空8295。既然我在8295的位置期货放空，所以我在选择权上面同样的也是买进卖权，也就是看指数下跌。可是，亲爱的，你必须要有我的讯息，你才能够做对这一段。那么我们来看，在于礼拜一的时候，8:48，陈总的选择权的资讯。选择权一般交易里面，一月第一周8250的卖权。好，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又是一个卖权，而且是站在买方33买进。好，那么这笔选择权卖权8250，33买进之后，直线往上飙涨到200。亲爱的，你不是有很强的赚钱的企图心吗？你不是每一次都想要赚大的吗？你不是想要尝试的做个波段吗？你不是想的就是要倍数翻吗？如果哪一天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要不要好好的把握？而且33涨到200，保证500%，保证500%，保证5倍，就是5倍。好，5倍的话，亲爱的，5倍究竟怎么计算？你的户头到底有多少？亲爱的，一天的时间5倍，一天的时间5倍，不是一个月的时间5倍，而是只有一天的时间5倍，一天的时间5倍，一天的时间折合股票的话是50根的涨停板，一天50根涨停板，够不够杀？够不够有力？是不是要这样子赚下去？亲爱的，你还能再选择什么？你唯有跟着我，就是踏上你致富的这一条路。所以，请你来看，在于礼拜一的时候，一月份第一周8250的卖权，各位30买进。刚才不是跟大家提到过吗？请你来看，这个叫做扎扎实实、真枪实弹的叫你来做操作。当你接到我的讯息之后，拿起电话通知你的营业员，就把我的讯息念一遍。怎么念？好，我这里示范一次：一月第一周8250卖权，33买进。你就是这样子告诉你的营业员。好，所以呢，33买进。好，这是在8:48。那么能不能够成交？9:05的时候，最低是打到30。最低打到30，那告诉陈总，是不是叫做穿价成交？保证成交，保证做对，保证从30涨到200，保证涨了500%，保证成交，保证做对，保证赢。所以呢，500%是5倍，10000块有多少？变成50000块，50000块变成250000。100000块变成500000，各位，简直比中乐透都还要精彩！不要再去呢拼乐透的头彩了，太难了，几率太低了。可是呢，你如果有我的期指软体的话，再搭配我们的选择权的话，亲爱的，一天的时间，100000块就变500000。好，不只是如此，那你说还有吗？还有。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带一下我们的清代的成员的简讯。清代成员的简讯在1月4号8:48，我们的波段空单8290空单进场，而这笔的空单，亲爱的，我们的清代成员8:48波段空单进场在8290，9:05做成交。这一笔空单足足大跌254，这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讲说，付一点点小小的费用，但是你知道吗？一天的时间就是254，也等于说是一天的时间你就有50000块。所以呢，今天清代好大回馈，陈总呢好有这个最大的诚意，清代大回馈，但今天只限3名。你的权益是什么？期货再加选择权，波段再加当冲，盘中及时通知，而且今天陈总呢帮你出一半，
好，就是减轻你的负担。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能够好好把握。最后，陈总也祝福全国的投资朋友做得轻松，活得精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朱立伦，立委力挺罗明才，188一直发 ，man man man no man， 今天到12月底，到1月底，一直到2月14号 ，man man man， 一律不算会籍，不算费用，子荣老师给您188一直发。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心在痛，胃也痛，头更痛，怎么办？该吃什么药？富国汤就是好药。高空、低多、压力突破、市价多，策略要对，点位要对，信息通知更要对。精彩指数让您天天期待等开盘。亚洲投顾祝福您做得轻松，活得精彩。02-2578-3777，2578-3777。有啥人比你较重要？挂嘴挂清气，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歌声若响，风吹风吹，过后空笑梦，落雨声。哇，这么多好听的歌，江辉放麦啊！怀念的江辉，错过都无啊！今夜来处理去，以后想要听江辉唱歌，随时拢听会到，嘛随时拢看会到。